2013凤凰时尚致敬经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对，因为我的偶像是 Michael Jordan。对，那我觉得我觉得他在打球的那一块，他在球场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他自己的风格的一个人。对，所以他也是一个，我觉得跟迪尔一样，我觉得就是一直不断的追求完美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他吧。对，两种，比如说比较白比较古铜色的，我觉得都有他们自己的魅力。比如说像有一些运动员啊，他们都是因为常常在户外打网球啊还是什么的，那他们的颜色是比较古铜色的，那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那种魅力在。我觉得还要看他的性格。对啊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两样我都是会喜欢的。最爱的运动哦，我觉得我现在最近有迷上跑步。对，因为我在家里我有买一个跑步机，然后我在前两个月开始我都有，就是一个星期可能跑两三次，就是跑五公里吗 ？5 kilometer。对对对，之前没有这样子尝试跑过的，只是说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Will Smith， 他有一个访问，然后他就讲到他的意志力，然后他就说，假如你在跑步机上面跟我比的话，他说只有一个机会我会输给你，就是除非我死掉。他是这样讲，因为他的意志力非常强，然后你跑步可以训练你的意志力，就是你很喘的时候，你怎么让自己再坚持再跑再跑再跑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要去试试看。It's a cruel, cruel world to feast on your own.